Desktop carton box top surface semi-automatic labeler. 你好，你好。我今天早上帮你调好了啊。这个标签换成这个小标签，你看啊。这里呢是要做模具的啊，根据产品来做模具。但是就是说，因为你这个要肯定要到时候先付费才能帮你做啊，所以我就拿个纸箱把它垫高，相当于一个模具啊。来看一下效果。看一下误差，基本上误差是1毫米都不到啊。